在哭。音其实 Do CD 更短也可以啦，我跟你们讲啦，反正我就是平民玩家嘛，所以我带这个比较平民的暗妹，你们要换音其 Do， 你们可以把暗妹换音其 Do 啊，自己换都行，只要有一个解锁就行了。最蠢的就是那种不带解锁，想要靠凌波凌的金锁链去打的那种，就最蠢啊。反正不要相信金锁链就对了，你是在说你自己。我已经就是帮他踩雷过了嘛。我疯起来连自己都嘴。暗妹去哪边拿？其实现在应该拿得到，就是遗迹特许那边吧，我记得。其实还可以再洗回的技能。云不等于平面，阿红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所以你不等于我对吧？因为我是平民，你是云啊，是这个意思，了解。反正我觉得我要爆了。六康，他好像打很痛哎，我会死吗？嗯，不会耶，好扯哦。那我要转七康了。我以为我要死了，这转的时间好少哦。大家可以趁自己在奇迹的时候稍微排一下版面，可能会好一点。我真的感觉我要挂啦！哎，他是神族吗？那我可以开这个保险一下。没转到不会这么尴尬，转哦，哇，感觉真的不会转到，差一 combo， 没有，我是洗技能，对，怎么一直手残，哎，爽哎，我在帮各位测试这个洗技能的极限在哪，哦对，很做球啊，是不是？这样就有了，第一回合洗到爆炸，谁敢再说那个暗妹 CD 很长？第一关就直接给你洗到跳起来了，还长，再长都跳起来，厉害吧？这边其实可以开明日香，这样感觉会比较舒服一点。但如果手转好的，跟我一样好的，就可以直接转。嗯，是这样，对吧？直接过去了，不然其实这边开那个楚勋那个三消也可以，都不错。这边就直接变身，刚不用叠的就好了。我带无视弓前，那你们没有无视弓前的，可以用真理挡这个他的攻击。自己夸自己，没有，我刚才那个不是夸，那个是叫正常发挥。就你不会说。你不会说，就是你今天有一个路上有一个人，就是称说你好帅，你不会说他是夸你吧？因为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叙述啊，就是你对他就是一个直白的叙述句，他没有带任何的夸的成分在里面，这时候你就不会称他是夸，就是正常叙述，对。所以刚才那我不是夸，就是对，就是这么猛。这边要手消全火，先带走这一只。好。歪了。没事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不带任何感情，你很帅。对，那种就比较夸啦。够狠，就是陈述句，单纯陈述。好，剩一只就不要消火珠就过了。我觉得手短是不是卡卡的啊？贴五卡没压力，贴五卡感觉超过的。为什么我没看到直播？那你现在怎么进来的？你是收到通知吗？我很好奇，不然我是真的好奇，因为大家都说看不到我的直播。那你们后面进来的人是怎么进来的？是你们自己点进我的那个 YouTube 频道吗？
玩 PAD 太多，也没有太多啊，不是才才玩一天吗？这边开名字箱，把火珠割开一下就行。你的头上有红红的一点，那就是有通知哎、欸。哦，因为这个通知有延迟，其实是没有提醒。有些有提醒，有些没提醒，太奇妙了吧。这边是手哎、欸，这边是水跟暗同等 combo 数。啊，没有暗珠是要玩个毛，慢慢打就行。硬塞进来的太紧了，什么意思？能开车吗？哎、欸，他那个叉叉代表什么啊？画面中的那叉叉代表什么？刀疤杰森，很帅的一个代表。哎、欸，不是按，按消两组。我在猜他那个，完了，我有不妙的预感。他这个会越来越多，风化的那个到最后。你就没办法转了，所以这个盾牌应该是机车在这里。那我在想，还有一个很屌，不，还有一个我想试的，就是到底我可不可以直接炸它？这个我可以直接有个5000万智商，可不可以直接把它轰过去？轰轰看，无动于衷，明显是个狠角色。我以为轰得动，看来不够做球啊。哎呦，好烦哦。哎、欸，它是有最大化，它怎么没有再增加了？它是有个最大值吗？有上限哦，那就还好，没有那么机车。它真的没上限就，就机车程度肯定要上，又要再一个上升一个档次的。有上限，想太多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有时候，哎、欸，不是，它怎么又增加了？这感觉是没上限，这怎么又，它自己又加戏了？欸、你说我没上线是吧？我这不就上来了？我感受到了，谢谢你。开这好了。有按住了，太好了。我觉得他是每隔两回合会那个吗？会有一次搞你，是吗？会有一次把它变多。官方说有上线，那上线15，最多10个。还能十个吗？我刚才没有仔细数，哎，是吗？哎，超自然震动，该那什么东西？粗好机，我在想这边，我想挡一下，哎，哎，可是敌方无视减伤，可是我这是密死的，我可以挡下无视减伤的，对吧？我想挤一下那个 DP， 可以哈，要挡一下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不是，我没有要打死你，你怎么死啦、啊？我还只是想要开挤 DP， 开挤一对翅膀，他怎么就死了？他还减伤40%？我想说你应该没这么容易死吧？怎么就死了？他怎么挂啦、啊？我真的没想打死他，我，好好，你算了，就这样吧，你就下去吧。我现在也是，然后我刚才洗技能呢，所以王冠根本随便打就死吧，太做球了、啊。